劈来，刀啊，往回一拉，刀没补了，这没蓝啊，不理他，子龙回家了。 冲塔强杀，杀不了，五刀，心里有数的。 这个运气着实有点好啊！我靠，这个运气有点好呀！啊，这个死的是真的有点，就是怎么讲呢？ 不在计算之内了啊，这个是人类无法计算的了。2000元现金红包。 准备好了没有？现在开始送出。这个说实话，大家怎么讲呢？你要理解，这个死亡有点，就是这个并不是很浪费啊。感谢 GEZZ 6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 哎呀，炮车漏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三、二、一，走你！刚才那个真不应该死，说实话，这运气太好了，一滴给我一滴血，我就活了。那真的也太意外了，你知道吧？太意外了。 蓝牌，点你 ，Q 你，10，红 buff 可不是假的，10啊，这太意外了，那莫名其妙的，说实话，莫名其妙。 当然了，这个也就一次嘛，对吧？你不可能说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所以希望大家理解啊。你要是再发生一次两次，那我无话可说，一句话不讲，对吧？这个没办法的。感谢新吉德狂魔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这波阵亡，我们不算，好吧？我们不算。 觉得怎么样？捞的一批，这里他把眼排了，我知道的，我知道他也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他也来了。
耶！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走？因为怎么讲呢？就并不是很认真。感谢星级的狂魔送上的飞机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把他们解决吧，把他们直接推掉吧，太捞了，太捞了，我分神了，我在跟你们交流。有大招。勾引他，我有金身啊，把这子龙杀了，这子龙捞的一针对我，我把他杀一次。好，从现在开始再回到开始的节奏，一次不可能再死，当然我这死这两次我认啊，所以4000元红包我认。后面不可能再死了，好吧，后面不可能再死了。 OK， 再给一次机会。你不可能再抓到了啊，我给你机会，你是一次都蹲不到。他无所畏惧，不管是否有人。我的虚张声势在铁头娃面前没有什么用。6000块，很尴尬。哎，太捞了，这个打个路人啊，他就你看我直播，他就故意在旁边，他不走，哎，他就杀你。然后呢，我看他这么捞，我想给他来首虚张声势，他也无所谓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游戏啊，但也没关系，无所谓，因为我还是可以超生。对吧，你就是2-1在中路也不可能死的了啊，你就一直在中路别走，我都不可能死啊，不给你机会了。他的火男回家了，好，我大招好了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很快这场游戏就结束了，你知道吧，所以就会导致我就没有的秀了，就会很烦。粉三，
我靠，不能再说了，不能再说了，真的要认真了。真的要认真了，我靠，死这么多次了。